你要看样子没有，没看样子，哎，它可确实就在存在的。咱们这个每个人脑子，就是现在我跟你们讲这个，我讲这个，很多是离开这个文字的，这个东西在哪儿呢？在我脑子里头呢，在我五脏六腑里头呢，它寄存在什么地方？大家想过没有？尝过没有？我这说的你能听的，你是用耳朵听吗？用心听吗？没有耳朵，没有耳根，没有耳根你怎么听得到？耳朵听的，耳朵听的，耳朵怎能分辨？要想掺呢，这些地方都是掺的地方，应该这样的，你这样的进入，这样的来进入。凡是外物，万事万物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时时刻刻在这潜流变化当中。我承认不承认？说呀，心里很明白，腿呀有点走不上路了，就往那个邪路上走。他明白是明白，明白归明白，走路归走路。这就是我们所以叫迷呀，就是这样迷的。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，是很简单的。就是我们呢，不这样想，不这样想。我们第一个啊，我们这个八大人觉经啊，第一觉悟，就是要常与昼夜的自心诵念八大人觉。第一觉悟呢，说世间无常的，果度为摧的，四大苦空的，无蕴无能的，生灭变异，虚伪无主。心是哪缘，自行为罪数，如是观察，建立生死。那么咱从这个一个一个跟大家讲啊，因为使大家更能够清楚一些嘛，这就慢慢讲。虽然是时间不够，讲不完也没有不要紧的，能懂得一个了，入进去就行了。果度微脆，讲到果度微脆了，感想很多，特别是今天讲的果度微脆，我感想很多。为什么呢？说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度是不是监牢的？咱们讲的是汉朝时候翻译这个经啊，现在那个长难不是过去的了，现在变化了，变化了。现在所有的国土变得非常大。咱说建议点，我所知道最详细的北京，北京以前有个皇婶，是元大都，不是现在的北京了。北京经过几度变迁了，这个才是明朝修的了。以前咱们看那个唐朝的北平府罗毅那个时候，那个北平府的时候不是现在这个北平了，也不是现在这个地点了，是变化的，微脆的了。说现在还好，还有这么个标志，就是这个叫北京也好啊，台湾广它叫北平也好啊，反正就是那个地点吧，名字那标签随便拿吧。不监牢的呀，不监牢的。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。像经常有的说话，沧海变桑田，桑田又变沧海。我到拉萨，我也到过那个喜马拉雅山嘛，山顶上没去吗？6000-7000公尺是去过了的，那里有很多贝壳，他们说那是海底，过去的海底升高了，现在它还在涨呢，喜马拉雅山还在涨。那么这个涨的形象呢，它很慢，我们一下子表现不出来，但是它是在涨。那么将来它还要趁会变为海底，还会变为海底，过去拉萨是海底。那大昭寺里头有一个石床，石床啊，就是石头立一个石柱子，石柱子当下是空的，它上头有四个洞，你这耳朵搁到里头就听见那个海浪的声音呢，你在大海经过的那海浪撞击，浪和浪撞的声音，那就是海底。还有我一出家啊，学法到了孤山龙泉寺啊，龙山龙泉寺。他最初说我不相信，后来我在那个方丈的那个后头有个洞钻进去，在大殿底下经过，到三门外的放生祠出来，才知道这个龙泉寺建立在空中上头，
比石头撑着的。如果啊，我们一切法必须得啊，说是我不信，啊，实际经验一下，这果度未遂，你应该信呢，应该信呢，这是无常的了，啊，你这个一切有形的物质随时变化的了。说现在我们还看见大地没沉没，释迦牟尼佛不晓得经过这娑婆世界几度变化了。三大灾一来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佛说的，我们是相信佛的话，说零九三常在的，常在。零九三呢，说《法华经》那个地点，那也不是一部肉眼睛所看得见的。我们看见它是在变化，在变化。他所说那个不变化不坏的是意境啊，是意境啊。但是我们这第一个认识，说是国土为脆啊。那么这一切诸法呢，啊，都是无常的，国土为脆。我说今天感触特别深，成什么样子呢？我想大家今天也看见报纸了，也看见那个电视台的广播了。我今天看见台上电视台报告，这个广播，他播出什么呢？说大陆的二炮，二炮的是他，二炮的司令。所有的长城导弹布置的对付台湾，那导弹把台湾这个一圆圈画的一定跑不了，只要它一发动，台湾当时就没有了。乃至于台湾的电视上说这种的事儿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力量能防止，防止它掉进浙江福建的这个它这个长城导弹对付我们的，如果同时发作，那么呢，画一个圆形，在那个电视上这么一个圆形，对，这么咋的？但是会不会呢？那就靠我们转化了，我们大家念佛的力量，假佛菩的不可思议的力量，在亚修是转这个定业。同时呢，这方面又报告一个问题：买美国的那个什么云花飞弹呢，引起了法国的那个政治上斗争，引起美国跟法国的斗争，这叫业啊。机会买来这个也不能对着这个长城导弹，因为买这个数量有限，还没买到，机会买到了想对着这个比喻这个长城飞弹，不行，抵制不住。昨天的报纸上，那么啊，说是大陆上的洲际导弹全部瞄准了美国，美国就跟他让他撤出，要求他撤出，大陆不理，根本不理。这种斗争，我说这个啊，他的报纸也好，新闻好，我说这多余的事情，耸人听闻。现在用不着这个，如果大家是真正想死的话，来几个大地震，不是小地震啊，六级七级那不行，来个十二级像台风那样子的，从太平洋到印度洋，得了，好了，大三再来一次，大家同归于尽，好了。这种众生的业呀，让过去是封锁新闻不报道，现在呢他报道了。我们同时有江八点呢，连四点呢，我说顶好，我们这八点很好，释迦牟尼佛这八点大家用一用，我说绝保难全。四点我也想了，我编个四点，慈悲喜舍，慈悲喜舍呀，这四不良心，这四点对着八点，这八大人卷，哎，不是很好吗？但是他不，他用他那个八点四点，那个八点四点只是互相斗争，互相危害。那头几天那个台中那次大火，有的那个立法委员提出来说，像这样大火再烧个几次，用不着谁管我们了，我们台湾就完蛋了。你这怎么发这个愿呢？大火再烧几次，那一个，那要是那个台风再吹几次，像这回啊，花莲那五级地震变成十级地震，连台北都没有了，不用打了，我们自己就震完了，哪能这样发愿呢？还是众生的业。但是我们知道国土未遂，但是我们要观想未遂当中有个真实的，只会把这个世界全消灭了，
娑婆世界还在。那我们脑子里的世界，我脑子里的不行，不是身体也没有了，我们那个性体里头长存常在的，包括这些个了。一切四大都是苦空的，苦空的啊！我们知道这是苦，因为我自己想我自己，我有这个业。如果那个时间不去看这个电视，我没这个业，我连看的这个业没有，连听这个业也没有。那么先生这个业里头有啊，有这个业根，要想看看报纸，一到了这个啊6:30钟了，看看新闻，想知道你有这个业呀、啊。你这业，你一看，你心里动心了。事不关心，关己灾难。为什么动心了？因为我是中国人。中国人听到我们中国发生灾难了，当然是我心里更重一点了。但是我是佛弟子，佛弟整个的一切众生的灾难，就好像没有责任一份责任。为什么呢？你要是佛弟子，你就有责任。因为什么？你有利益众生的责任。除非你不想成佛，不想成佛你没这个责任，因为你既然是佛子了，你要承担这个责任。不管我自己啊，你们诸位都有责任呢、啊、因为你要承认你是佛弟子，你有责任。有责任怎么样呢？先从自己转化起吧。国度是微脆的，共业是要感召的，那进门的力量，我没这个力量，没这个力量去做呀，去修行啊，这个容器要有啊，我要造成这个力量啊。真正你得打了空去，就像那个耍把戏蚂蚁跟蚂蚁打仗似的啊，没问题呀、啊，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自己造的业自己去消失，自己造业自己消失，就像入世入世啊。苦空无我呢，咱们两个两个字讲啊，因为这个是关系我们现在的具体的问题。我们这个色身，我们这个色身啊，我们这个色身呢是四大假合的，所以世界万物都是四大假合的。这四大假，我们前面也讲过四大，四大的假合的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。这叫四大种，成就这个世界的。华严经嘛，多加三个，空跟实，加了这三个。其实四大也包括这个了，包括这个了。像您为了分析啊，发音的教义啊，也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呢，你观这个四大种，地水火风，哪一个不经过生住异灭？都经过生住异灭，而且还有成住坏空。现在我们是正在注节当中，你看啊，这个这乘二十小节乘好了，注二十小节，我们在注节当中。坏二十小节不是一下就坏了的，坏要二十小节，完了最后呢空了。那么这个每一个里头都争住生住异灭，四象千流啊。那么从我们本身起吧，我们说妈妈生下来这么一点点，生了就注视吧，在注地当中啊，你一点一点长，一点长，注地当中一点点长，这叫成住坏空。那你不断的变异，不断的现另一种形象。我们从那小孩子几岁给他照相片，生下刚一生下来照相片，乃至到他长大一点再照相片，你把他这个相片一直照到，不能到多了，到20岁，一年跟一张不一样，不是5年之内的还有模糊，20年到40年的，40年到60年的，这个相变化很大，变化很大，这叫异呀，这叫变异，变异。但是变的当中呢，我们有时候没有感觉，说今天跟明天那变化不大。你不容易看得出来，是今天好像明天没有变异，今天跟明天要没变异的话，那你到这10年20年的那就永远没变异了。你非得经过长时间的你才能够见出变异相，短时间的变异相你变不出来，变不出来。因为这就是迷啊，
迷呀、啊。要不迷的人，有了智慧的人，一刹那，一刹那，就是一念之间有六十刹那，一刹那有九百生灭。有的说九百，有的说九十，各个经卷上说的，有时候注的不同。你想，这一个刹那之间有这么多生灭，这个生灭咱怎么看得出来？咱们看不出来。就像花，得隔几天它蔫了嘛，才知道。现在我们看它没变嘛，跟新摘下来差不多，哎，那就差得多。你看，我们在这个微细的变异当中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就尝试留恋，尝试留恋。所以产生的留恋原因就是在这次。等到老了，你确实有变化了，那只有剩下唉声叹气的份儿了，干什么也没办法了。那在纽钥匙有地问我，说师傅啊，你赶脚老没有啊？我说我现在还没赶脚啊。我说你替我赶脚了。我看你好像说话了，干什么了，做事了，好像忘了。我说没忘啊，时时都在想着啊。他说你想老了。我说不是，我想到死啊。嗯，老了就跟死连着，老了不足为奇，就是不老就死了，是死在随时跟着你呢。很多人把这个忘了，因为你把死忘了，说你在做事的时候啊，你就会不注意了。我说这个不注意，你忘了三宝了。你说是我要死了，三宝你可跟着我，我不忘了你，忘了你我死就没有光明了啊，那光没有黑暗，黑暗我走到哪儿去都不知道了，不知道路了啊。我时时念三宝呢，光明那三宝啊，就是放那种光明，不是电光，也不是日光，也不是灯光，也不是月亮光，那么三宝有种光明，这叫不思议光。我给你加一个字，叫你的心光啊，你心自己会照亮你的路子的，照亮路子。应当随时这样念。这个你知道，四大地水火风假合的物质是空的，空的。嗯，你不看你用水时候，因为水哦，这不断，有的是取之不尽，错了，错了，到时候没水啊。现在北京、东北这个中国好多有八十几个城市现在有断水之虞。嗯，我们那时候还在三藩市，有一天说要分配水了，我在万华城还没赶脚，万华城那旧金山传上去了，我们在金山寺告诉我们说快。底下快没水了，我说那没关系，没水我们在上面运下去嘛。他说底下没有了，上面恐怕也要断。不会的了，这都是我们心里想的，只是那么一说。后来是没断，下了雨了，一下雨就有水了。那个水那时候通知不准洗汽车，不准浪风水，这就叫坏了。它有会断的时候，有时候这么冷的天气突然间给你断了暖气了，断了火了，你麻烦不麻烦啊？你别想着总有啊，一切无常的，没有用不尽的东西。懂得这种道理了，你就是要解腰啊。你别在有的时候你认为这没关系，不要浪费，浪费。有的人笑我呀，我现在也改变很多了。我在哪儿餐厅啊，或者坐飞机啊，人家那个纸啊，我看太浪费了，我就揣起来了，我就攒着，攒着我两个包到处都有纸，反正我永远用不完，我也不一定用人家纸。有人笑我说这老人怪了，一掏没别的，不是钞票啊，不是美人，竟是纸。哎，后来我发现不止我呀，不止我个人呐，我发现颤云也如是，这个。万佛城的宣化法师也入世，别的没有，陶子有的是。为什么呢？不愿意看那个丢了那么大一张纸，你擦一擦就丢了，可惜了。我常想这几句话，虽然是不是佛的教导，也跟佛的无常一样啊，常将有日思无日啊。你长久的时候，你一定想到没有的时候啊。莫待无时想有时，你不要等待没有了想了，
我这么样揣子，有时候还没有子的时候，大家信吗？嗯。到大路上去，一次上厕所，居然间那天我身上两次几件衣服里头包包一件子没有，大路上又没有收子，哎呀，我说这个惨了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好，我就用水洗吧。好在我还懂得佛在世时候方法，印度人就用洗呀、啊，多洗几道吧，洗完了手再用肥皂洗吧。不要因为这个世间的物质不会断的了，会断的呀，会断的呀。你福报要是尽了时候，一切物质对你来说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想在佛那么多人供养，还有断顿的时候吗？哎，就有佛连饭吃都没有，吃马喂马的麦子啊。你像梁武帝，他会想到他会饿死吗？他会断顿。就是饿死的，梁武帝是饿死的。要和好侯景把他关起来之后了，就什么也不给他算，哎，饿死了。我在大陆经常举那个例子，像贺龙，大元帅，他从来没想到我会没饭吃，嘿嘿，他把他关起来就不给他饭吃，他把自己床上垫的草都吃了，现世现报，这都是不可思议。不要因为一些物质总是有的了。你在有的时候你经常想到没有，同时你想你有了，有没有的人呢总想到别人呢，这就是菩萨心。如果大家别的这个像经上所说的话，你恐空无常达不到，你要想到在你有的时候想到别人的困难呢。如果是你经常想到别人，你就是菩萨，不必再说什么经学什么法了。如果你寡想到自己，自有我，不想到别人，你学什么法，我感也是空的。你的基础上就见了我好我就行了，从来没想到人们，是六亲到朋友乃至于求你，多分是拒绝。两种，一怕惹祸。那是大陆上那个搞那个什么时候运动的时候啊。文化大革命啊，那叫油也不敢给呀、啊，谁也不敢给啊！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你也给你拖不到少，为了避祸起见，不敢给。如果是你这个心关注众生的话，在这个时候你又不顾一切的宁舍生命，还去照顾众生，你真是大菩萨。凡是不为自己求难乐，专为众生谋幸福的人，再不是要止行的，这是菩萨。这个共产党也喊这个口号，一切为了人民，一切为了人民，换句话调过来，一切人民为了我，满足我的地位，满足我的意愿，你们可以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死了谁统治你们？这就是这个都是颠倒，很多众生啊，他是颠倒的，他知道不知道？非常的明白，在位的哪个不明白？我跟人分得很清楚。这是我的，分得很清楚。你来，你怎么来拿我的？拿你来说，我是拿生命做本钱来拿你的。那强盗就是这样吗？我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懂得这个道理，你是能达到了，才晓得这个四大假合的身体啊，不是真实的呀、啊，不是真实的，也不是常在的呀、啊，不是常在的。你这样子就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才能印的空，印是无常了，无常了是苦的，是苦的，你才能够把我才能够看破一点，因为有了我了，哦，这个苦都建立在这个上头，一切烦恼，烦恼的根本就是有我。当你烦恼很重的时候，你静坐下来，不要想着放下，真正的放下，静坐一坐，一刻钟都好。为什么我要烦恼？啊，因为跟我利害有关系了，或者说到我了，或者动弄我的什么了，或者影响到我了，这不只是对待外人呢，对待你的子女，对待你们两夫妇的，你夫妇能和好不能和好，不是自己很重吗？
把另一半看成很轻嘛，那自己了不得的，你得听我的呀，为什么不听我的啊？这就是我嘛，是我嘛。所以这个道理呀，我们看看经文上呢，有些个文字的限制，你经常用你的思想思索，多想出智慧，所以修观。所以咱们听那个菩提道次第啊，弘一法师就修观光明啊，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，没有一个喇嘛学法不修观想的，也没有个修道者不经过思维的，不经过思维的，你的智慧怎么发生啊？没有智慧，你怎么能辨别是非啊？那个对不对，标准在哪里呀？标准呢，就建立上头，对也是不对的，你那个对呀，不对的呀，就是因为你执着了，把这个本来不对的当成对的，本来没有我当成我，本来是苦的，你因为是很乐呀。你认为是很乐，没有一个，咱们就说个简单话，没有一个认为喝酒啊跳舞啊是苦的，哪有那跳舞厅，他要是苦的跳舞厅关门了，跳舞厅该好多呀。这是大火，因为他那个口味才到他那餐厅去嘛，要不是贪口味，在家里吃个面包喝杯牛奶或啃个馒头，哪有杀身之祸嘛，喂嘴伤身，大家可能体会得到吗？这现身的例子啊，想过吗？听一听啊，也有个同情心呐、啊。哎呀，烧死64个人啊，好惨呐、啊！也有个同情心，关己吗？你照样睡觉，照样吃饭，也当时啊，哎呀，这个很苦啊，跟你不动心。如果那里有你一个亲人，嘿，那情况完全不同了。你起码要哭几场啊，听见你一个亲人害病你都要哭啊，何况那当时就没有了啊，你想到要思维呀、啊、说这个法呀都在人间呢，都是现实的了，你想到他就想到我，哎，我说不定也要招着一下走，说我哪天遇着机会了就把我烧死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知道这是假的，我赶紧修行，赶紧修行。你越是这样观，你那个道心呐、啊，它越是坚定。道心坚定了，越是道心坚定了，你越看得破，越看得破，灾难不会到到你身上来。待旦灾难到你身上来，你以为是解脱，不以为是灾难，你会去找灾难，消灾嘛，把我许世的业消了，我就成佛了嘛。那你的目的是成佛，是吧？这个一切的过程，一些变异，你看着是快乐的。你这快乐的什么呢？你等到成了佛了，你就真正的圆满了，大乐现前。大乐现前没有乐了啊！反正你什么事情要这个大，没有了。说大苦，大苦没苦了。说体上没有苦，一家大就是本体的意思了。你经常呢，这样要修惯了，这个四大的咱不详细讲了啊，但是五蕴可要讲一讲，那五蕴大家都是不大是清楚的。五蕴呢，蕴是蕴盖，盖宝之意，说这五样事情啊，把你那个体性啊，把你那个大爱给你盖住了，把你那个觉呀、啊、给你盖住了，变成不觉了，说这五样啊你要注意一点。这五样合起来是两样，色受想行识。色是一切形形色色，言语啊，形象啊，言说呀，反正有形有色的，有形象可循的，这是色。受想行识呢，是属于心法了，合起来就是色心二法，色心二法。但是因为要说下细一点，因为这个色心心法分的特别多，所以要把这个心法分析一下。你这个能认得这无我，怎么能办得到呢？要分析分析它。这个我
有一个有形象的我，还有一个无形象的我，无形象的我。我们睡梦啊，睡觉做梦的当中，随时的一显现就有个我，因为有了我了，在梦中就有挂碍，有了挂碍了就有恐怖，有恐怖你又想脱离这个恐怖，这是必然的一个循环的过程。但是你就观观吧，观观吧，这两种的观法，一种呢用分析的观法，一种呢用直截了当的观法。那直截了当的办法我们观不到，那就是开悟了，那我们办不到。还有用观自在菩萨，用他那个般若的智慧光明照，照见无蕴皆空，把那个盖法的东西啊一下都破除了。就是密云，密云来了，一阵大风，密云吹开了，太阳光显现了，光明显现了。但是我们这个心里头啊，这个无蕴的蕴法啊，比那个密云不是一阵风所能吹得到的。那用你的心的光明冲破，冲破一层又一层，冲破一层又一层。现在大家坐飞机很容易修观，我问大家想过没有？我那个飞机升起，飞机降落，我都想，我就趴窗户瞅一下子，那也很好的坐观。你看一层一层的云彩，真冲到顶上去了，一万米以上高空了，没有了。清清亮亮的，我想是大概我们要开悟的时候，我心里想啊，可能像这个样子形象，那个外头再往往看天空的，往下看呢，那个云层像大地一样的，有时候是白的，有时候黑，那块是白的，那块是黑，为什么这样子？还有观那个水到大海，有的是黑色的，有的是蓝色的，有的是白色的。黑色的水啊是最深的了，最深的海里也如是，海里到最深的走那个海洋深处了，就是1000米以下的那个海洋，那水就是很深的啊。我们从那个青岛坐船到大连或者到天津，要经过山东一个叫成山头，那一段那个地方不大，很多船一到那儿就失事。它有一种那个地下那种旋呢，那个水的旋转的旋，它会把你船给你搅下去。那那水太深了，太深了，太深，它产生了一种力量。像这个到这个德国境内一个百慕大，百慕大大家都知道，很多的船到那儿失事，就是它那个水特深，特深。因此，你看这个一切的物质上的色物的色相的变化，你可以用心里的观察。用心理观察，你可用你的受观察，说感到你这些个地方很多的景象能使你开悟的，能使你开悟的。这个受呢，心的受，有时候有形象的受，有处受、乐受啊，一切受，有心理的受，什么形象没有，你自己心里生出来。就像我们或者一张电报或者一个电话，说你妈妈怎么样怎么样了，哗，你这感受，说你妈妈或者要死了，要临终了，这个时候你的孝心才来了。哎呀，我这生前对妈妈不孝啊，最后赶回去也赶不上了，你才种种的追悔的心才有。这个寿有什么形象呢？你原谅你妈妈也是你心里，那么这个寿比人家打你几棒子，比那个痛肉体上受，比那还痛苦。有个薛凤钗，他耐人死了，他也不哭啊，也不笑，也看着别人看他啊。有的他的知心朋友说这个人坏了，神伤啊，神伤，他受伤的是他神呢、人不讲吗？精气神三宝吗？道家的三宝，精气神吗？我们说伤神了，说伤神了，一切医药很不好治。伤神了怎么办呢？还要你心病啊，得要心医啊，这种病是属于心病啊。所以他那朋友一断呢，薛凤钗没好久他也死了啊。那么一般的伤啊，哭啊痛啊，那什么，这个伤是
没什么的，这还属于外伤，这内伤了，他没有言语了，言语不能表达，不用先表达。说我们对于观想时候，想到上司，想到这个佛，那么也是神伤了。这种神伤，这种加持力呀、啊，那观想上司的时候，那个上司加持力，他就注入你了，这是突然的，这是突然的，他就注入你的力量。有没有？有啊，我有一个在西藏的一个喇嘛，一个上司，那么对我加持力很大。有时候念念经，突然间想到他，想到他，想到他这个临缘的时候我没看见，就会想到他缘起走的现象干什么的，那么自己就感觉有种注入，这个，当你观想时候不说，当你全没观想，什么都没有，好，你正在修法念念经，没有这种预示，突然间来到，能感到了，这是一种加持。还有，说有的道友经常的。送地藏经或者你送这净恒品送这书，特别是地藏经普门品普贤恒品，这种现象有，或者是感觉身上发热发冷发寒冷或者是感觉心里非常愉快，念念的心花怒放，忘形忘题了，什么形象没有，你会感觉到这就是一种你所念的所受这法的上色来加持你，像我们修那个，这是弘学法师传给我的啊，他是我的师傅。那个文殊的一个那个加持的一柜，我以前挂念文殊的咒，没有修这一柜，那么就修那个文殊菩萨的十大愿。文殊菩萨有十大愿，我经常念那个十大愿。他给我写了一个一柜，这个法我是受过的，在拉萨受过的。中断了，忘了，因为他一洗我就每天的观想受持，但是你会有一个特殊的感觉，感觉什么感觉呢？例如说吧，我是举例啊，不是这个事，例如对经文念念念久了，中间会产生疑问，我说每一句话产生疑问，我说佛在世时候情况或者是这个经的感召力产生疑问，那今天产生疑问了，那么经也念完了就合起来了，第二天念到这儿又产生疑问，经过几次突然间或者是念这个文殊的一规的法，念到他正修的法门，前头有加持有回向了，这个不算，有四加横了，这都不算，就是他有一个正修的法门，正修法门这几句话，这几句话就是观波有空性的观波有，那一念到那儿，那个以前那个头一向的那个疑惑啊，突然间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情，没有什么，外头警戒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全都是自心的，加持也是自心的，思维疑问了疑问也是自心的，全都是自心的，那么这就是你平常的修法的时候，你说是得到加持呢，这就叫得到加持，不要说是有什么神通有什么相，那个都不是的，说我们得到神通不是真神，神通随时可以撕掉的，那是假的不是真的，唯独你般若智慧，这个你得到了永远不撕，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长，得到的之后不会迷惑，这个得到是无得，你得到个什么，抓是抓不着的，看是看不见的，意念是想不到的，它又不是常时相续的，如果常时相续的好了，你成就了，它一刹那间明白了，明白就完了，它又没有了，那你另外一个问题它又迷惑了，又迷惑了，又迷惑了，那我们大家修个法上师加持究竟有没有啊，因为我们修地藏法门说念地藏经念了这么久了，好像什么都不灵啊，这就是一号，就是说别人求我，我送地藏菩萨来加持他，因为我就没有修成三昧，我要这个三昧成就了，我直接可以入定就加持他去了，那个效果就大一点，就是作战嘛，我也跟他直接作战，我这是间接的，他求我，我又求菩萨，
又说菩萨去加持，菩萨去加持他没有啊？那么他究竟他的业障跟菩萨加持没加持，他的业障消没消？我完全是第三者不知道的。在这种时候产生疑惑，哎呀，我这回求灵不灵啊？真正加持到没有？说这关心的，往往人家求了，答应人家了，干脆如果那个人没好，或者有病，如果那人没好，我自己感觉我身上是个负担，好像我害了这个癌症似的。如果那已经好了，告诉我了，那我心里就放下了。但有些个道友是这样子的，他求你加持了，他自管这一头了，他就不管那头，他好了，好了也不通知师傅一声，说师傅啊，他现在好了，他不完了，他就完了，他也不来了，说回人家拜上来，天天拜上，他呢，他得到了，得到了，他目的达到了，就不来了。我这边还傻等啊，不知道他好没好啊，我天天还在念呢，没得智慧。那么有时自己惭愧，自己惭愧什么呢？不明啊，不明就是不知道。那你自己修行功夫没到家，还得去求问谁去？碰见这些个类弟子，他根本也不通知你，你这边还是傻乎相的，还是在混账。地藏菩萨要现灵说，我早给你解决了，你怎么还在这捣鼓？啰嗦得很。有这个现象没有？自己没修好，没修好。我的惭愧，到这地方生的很多，也是我思想的很多干扰。往往念念地藏经，生起这些干扰，那怎么办呢？还有第三者，例如说，这个道友，他对师父啊，而诚恳一些或者亲近些。那个道友说，都是你会现人前啊，师父这事就是对你好，对我们干，嫉妒心升起了，我并不知道。那么这个责任是在他身上，是在我身上呢？像我们是一个修行者啊，自己啊当然不配做个修行者了，但是心里向往修行者，每天要诵经啊，每天要磕头啊。但是你的道理不够，你的奢求的力量不够，你心里是平等的，别人看见你不平等。那么就是你给他的不平等啊，是他自己不平等。在入国我们空观修成了，般若智慧得到了，这些都没关系的了。假象不是真的，看破放下一点吧。我还是看不破放不下，才有这么种种的这心理的智性的障碍，这就叫五蕴盖放你，盖放你。这属于哪一蕴呢？想行识，行是一切的作业，你修行都在运动当中啊，都在运动当中。识是以了别为一，你不了别，不了别，你这个是识，不是智。要是字嘛，妙观察字早都知道了，一作业就都知道了，什么都知道，不知道。人家因为师父一定很好，比我好一点，也差不多。你不要因为师父比你好很多，差不多，都在运动当中，都在行的当中，不过修行的多少而已，多少而已。心地呀，就是那个心呐，心地在这个受想行识时候，他这个运用的不同一点，差不多。因为我现在只说我啊，我这个师父，别的师父我不知道，我跟你们差不多。说差一点的呢，就是我知道比你多一点，可能知道多一点，不过从行的当中知道，从学的当中知道。我想这个大家会信得急的，因为啥？我80岁了，是吧？这个年龄经过好几十年，总比你经过的多吧？我经过的人呢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最复杂的，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事情，我所体会到的就是人际关系。人际关系，你的事业也好，你任何事情都是人际关系。要想开悟，把这个问题要解决问题了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，人际关系。如果是人际关系搞好了，
如果人人都通了，世界太平了，世界太平了。说世界苦难很多，他把钱都用到打仗的工具上去了，大家想想看，都用到打仗工具上，把地球掏空了也满足不了。他如果发明一件，用手的一指，或者这个仪器一发明，太阳就摘下来了，我要把太阳月亮摘下来，我看你们不用打了，谁也不用打了，没得太阳没得月亮，我看你们大家去活着去吧，都活不成了。就是这种力量，什么力量？就是修行的毅力。我们要修道的人就是道力，造业的人就是业力，大家力量竞赛啊。现在这个世界道力跟业力竞赛，业力要是胜了，我们这个修道的所有事情，一切佛弟子的道力啊，解决不了业力问题，那就打吧。什么灾难都出来了，如果是我们道力又解决问题了，业力又消失了，是平平淡淡平平静静的。为什么有的地区那么好，为什么有的地区那么乱？道力与业力竞争，咱们这个竞争的方法不一样啊。我们大家像我们希望我们作为道友送送八道人解经，多观想一下子，用我们的道力跟他们业力战一下子，还是先跟自己业力战一下子啊，战胜了，那你什么的问题解决了啊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。